就喊，我想要一个小孩，珊瑚眼睛，珍珠心怀，啤酒眼泪滴成蓝色的海。
佳佳，哎，阿关，阿关，你的发型那么高追啦，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啦。嗨，现场观众朋友，还有那个直播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佳佳。嗨，好想你哦，好想你啊，想你哦，想你啊。其实刚刚在一升上来的时候，伴随着蓝色啤酒海的这个，对不对？轻松轻快的旋律，然后这样脚这样跳跳，就好可爱，这样。其实佳佳私下是一个个性非常非常天真的歌手，她很纯啊，因为很萌、很纯、很可爱啊，很萌。对呀，哎，但听说你这个今天来到我们的演唱会，等一下你要变成圣诞小姑娘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送我们一首新歌。对，对，新歌讲一下，介绍一下。新歌就是那个最近有一个电影的插曲，对，主题曲，主题曲，主题曲，对，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了，对，而且在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对不对比较冷的气候当中，真的是想来一杯热，送对送温暖给大家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散播爱跟对分享爱。所以搭配的电影是一杯热奶茶的等待，是这个陈翔跟吴子飞所共同演出的，在12月24号即将正式上映。主题曲就是佳佳所演唱的新歌，名字叫做是《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》。佳佳，我跟你讲一下哦，这个歌听说那个厂商片商哦，现在在跑一些校园的特映，然后他们说每一个人看完电影都舍不得离开，听完你的歌他们才走。我说这个歌这么好听，我们要听到最后那个字幕 roll 出来说是谁唱的。谢谢大家。可是还要跟大家先讲一下，虽然说单曲的名称叫做《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》，待会大家听歌的时候眼睛要张大一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不只是能够听到新的音乐，待会我们在还包括了对不对 MV 的首播片段，对对，片段的首播献给大家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圣诞礼物，希望大家在这个圣诞节呢都可以获得温暖。佳佳，你再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歌这么好听，是谁写的？啊，是那个迷先生。所以我们也准备回到现场，好好来享受这首全新的作品，再把现场交给佳佳喽。谢谢。带来这一首歌《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》，献给大家。今天还是纯你爱的。
福大家，新的一年都有新的希望，好希望。再来这一首《家家酒》，大家一起合唱，记得要合唱。我终于听到一个，谢谢大家。